刚才站起来的姐妹 Cathy， 我快30年前就认识的，所以如果你要问她我30年前长得怎么样，可以问她。她也参加过我的美国的母会，要问她我的母会怎么样，你可以问她。20年前她也参加过我的母亲的追思礼拜，哇，好早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可以说我认识她30年。那今天早上我坐捷运的时候，位置很多，我没有坐下。有一个30岁的女生离开博爱位，让给我坐。那我到这里看，我的白发真的那么多吗？可是昨天我在屏东，有人问我怎么来台湾，我说我在台湾出生的。他说：“那你来了10年、15年吗？”我想这不是他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到底长得怎么样，我不太确定。你们可以告诉我啊。那前几天我收到大陆的短讯啊，我念给你们听。上面写昨天全国10家教会被勒令停止聚会。福州、厦门、贵阳、成都、湘潭、上海、江西，其中一个教会是我认识的，所以细节我不知道，我不敢问他们，因为我怕我写信问他们又可能造成问题，所以因为我知道不知道其实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上帝知道，他们也应该知道，所以以后我们可能会慢慢听到消息。今年2019年，对不对？是我们和合本100周年，你们知道吗？1919年翻译完，他们先翻译新约，所以比较早。后来1919年才把旧约翻译完。如果你要看这个历史，我上次也介绍过这个小册子，如果你有，可以回家再看。如果你说我不愿意给你20块，你可以站这边看这本，才4页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愿意给我20块，那我就给你一本啊，可以了解我们和合本的背景。那今天我要讲哈该书，我很喜欢短的书卷，对不对？你们喜欢吗？我们翻开一下好不好？你们找得到吗？哈该书非常有意思，因为非常短。那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看的时候我看不太懂，后来我越看我觉得哇，这卷书我觉得他讲的很温馨，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看。可是哈该书有2章，所以很快，对不对？那我从来没有这样过，算一卷书有几个经节，可是哈该书2章，数学不难齁。好，第一章有几个经节？15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章几个经节？23，15加23，38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卷书里面几次提到耶和华，你可以算哦。有，我这边有写25次，有的时候写耶和华，有的时候写万军之耶和华。好，你们算算看哦，总共38节提到耶和华，提到25次，算多吗？非常多，对不对？而且等一下我们会看他有的时候一直提。所以请问这卷书从哪里来？很清楚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看哈该书，你还没开始仔细的看，对不对？你要先知道这是耶和华跟他们当时的人说的。好，上次我已经跟你们讲背景，因为哈该跟撒加利亚是一样的时间，他们的责任是鼓励犹太人重建圣殿。记得他们离开了波斯，离开了巴比伦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开始盖圣殿，周围的人阻止，而且政府阻止，哇，怎么办？像我刚才提到大陆这些教会封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看哈该书就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哦。后来他们又写信给政府，政府允许他们继续盖，哈该鼓励他们盖，
撒加利亚鼓励他们盖，后来盖好了。好，撒加利亚他用他的角度，我觉得哈该比较直接。撒加利亚用意象啊，用讲道的啊，用未来的预言啊，有些人听不太懂，可是哈该比较直接，要干。好，请你们看第一章，他说什么？好，第一节他讲细节，到底哪一天，哪一个月，对不对？第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百姓说，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。没有，不对啊。第三节，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第五节，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你们 他还是讲很多。好，我要提到一个重点，他说你们住有天花板的房子，可是神的殿没有。所以他们的顺序是什么？先盖自己的，再盖上帝的。上帝说这样不对啊，神的事情要摆前面。神的事情比我们的事情重要吗？所以我在这张纸上写什么？看重神要比看重自己的目标还要重要，神比我的目标重要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人，教会里面的人，外面的人都一样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说我有我的目标，我有我的目标，他就写下来，我有这个目标。他来教会问我们，你的上帝有没有办法帮我达到我的目标？你这样问，我们当然说他有办法哦。可是，等一下，你想认识我们的神吗？没，等一下，你的神有没有办法我达到我的目标？等一下，没有，你要先了解我们的逻辑。我们圣经啊，我们基督教的逻辑是我们先认识神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认识神？因为神宝贵，他是真的，他是万能的，他是创造者，我们欠他，我们一定要认识他，所以认识他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认识神没有达到任何目标，已经成功了。可是有些人说没有，宗教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。那你们参加教会就是劝人为善啊，就是向你们的神求一些钱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不太对。问很多人，你为什么结婚了，对不对？假如他跟你说我结婚所以我就可以赚多一点的钱，你会觉得他怎么样？你可能不了解婚姻啊。我结婚所以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，你会说你可能不了解婚姻，对不对？假如我结婚为了其他的理由，我可能到最后会有点失望。为什么要结婚？因为我要多认识这个人啊，我得到这个人就已经非常好了。如果我想透过这个人得到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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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能到最后会觉得失望。同样的，假如我认识神为了得到钱，或者有健康的生活，或者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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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最后可能会埋怨神，我认识你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。那哪一个是神？其实那个东西是你的神，这位耶和华只是你的仆人而已。我们基督教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看法是相反的。没有，我认识神，因为我想认识他。假如他给我其他的东西，那很好啊。假如他没有给我其他的东西，那也很好。我已经有他，他是永恒的，
那这些其他的都是暂时的。那很多人他们结婚后还得到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不是为了房子而结婚，他们不是为了车子而结婚，不然我们会觉得他们怪怪的。同样的，我们认识神不是为了车子房子什么东西。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，好啊，他们后来有房子 有车子，可是那是次要的，那不是重点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帝说，你看哦，什么比较重要，你自己的东西还是上帝？那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决定，好，我是为了财产而爱上帝吗？还是我就是爱上帝？你愿意损失神为了得到财产吗？还是你为了损失财产为了得到神？年轻的时候一切都是未来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是理论，很容易说，哦，我一定会选这个。可是过了几年，过了几十年，我们发现，哎呦，每一天是一个筛选，每一天是一个筛选。哦，这个比较不重要，哦，那个比较不重要，这个比较不重要，那个比较不重要。慢慢慢慢慢慢，有的时候你会吓自己啊，哦，原来我做那个决定，我以为这个比较重要，后来真的到时候要做决定，我发现我宁愿舍去这个东西保留这个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在旷野40年，神说我让你们在旷野，所以我可以知道你们心中是什么。其实上帝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让犹太人发现自己的心有什么东西。问很多基督徒，哦，特别是礼拜天早上，你宁愿这样子吗？你宁愿这样？大家都给正确的答案，对啊，我宁愿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到礼拜一真的要做选择的时候，那个人才发现，哦，没有，我宁愿有这个不要有这个。那哈该劝我们，神要摆第一。哦，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。那我们继续看第八节，为什么要盖这个圣殿？为什么？你们要上山取木料，建造这殿。那上帝会怎么样呢？我就因此喜乐而得荣耀。我们的神是超越一切的神，他本身就是万有的、万能的。我们的角色是荣耀他的。我想很多人，我也可以说很多教会的，他们以为没有，我们的角色是我向他求他就给我，对不对？他们希望有这种的关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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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到原点了。我们基督徒必须承认，我跟神的关系是他创造我，我荣耀他，我赞美他，我跟别人讲他的美德。那我借着我无论所做的事情让大家看到神是最伟大的。这是我们每天的角色，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互动。神创造我们，我赞美他。那我们慢慢认识神，对不对？发现其实他很慷慨，他不吝啬。我们的神也是正直的神，他不会骗我们的，不会害我们的。那慢慢认识他，我们发现哇，认识这位神真的不错。可是我们的角色还是什么？荣耀他。到了启示录，我们看他们做什么呢？哇，在大宝座的前面大家跪下来荣耀坐宝座上的，还有旁边的谁？羔羊，一直赞美他，而且千千万万个人在那边赞美他。那有些人他们不懂，
他们不懂赞美是什么意思，他们说哇，赞美那么久会很无聊啊。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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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美，你知道赞美是什么意思吗？赞美的意思不是哎呦我需要创意，我要讲他的好话，哎呦啊，你长得好看，好好好，你很聪明，好，我要说说，这不是赞美，这不是赞美，那只是讲别人的好话而已。赞美是什么？哇，你真的那么漂亮，我由不得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哇哇，你真的那么聪明，哇，你真的很会煮饭，哇哇，你真的很有礼貌，那才是赞美。我很自然的看出一个人才能能力啊什么的，我由不得讲出，那才是赞美。那请问我们的神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？我们都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说好听的话一阵子就讲完了齁。上帝是无限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到永远都会发现，哇，你又有这个美德，哇，你又这样子，哇，就会讲出神你是最伟大的。我为什么要把神摆第一？重点是要赞美他。我问你们，为什么那些人说我要神给我什么东西，我敬拜神因为要他供应我的需求？因为请问他们的神是谁？自己。真的，我讲过这个笑话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笑？我说台湾社会是一神论的社会，他就说不行啊，没有啊，你都不懂啊，这是多神论的社会啊，有这个神那个神。我说没有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一位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一神论的社会，好不好笑？大概不太好笑哈，讲的太实际可能不好笑哈。可是很多在教会的人，其实他们的神也是自己。我不够高兴，你要帮助我啊！神，你为什么那么慢？要帮助我啊！我高兴才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是相反的，我们要看上帝高不高兴，不是看我们高不高兴。哦。那我存在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，我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，我做决定的时候就是要荣耀神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态度，对不对？哈该就很直接，你们起来盖圣殿，神最重要，你们要荣耀他。我们看第一章十四节，神要他们起来盖圣殿。十四节，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。所以这个所罗巴伯我们常常提到，对不对？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，并剩下的百姓的心。哇，好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再念一次，可是中间的我要跳过去。耶和华激动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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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心，对不对？哦，耶和华激动他们的心，说请你们起来盖圣殿。激动好听，对不对？激动好，起来起来，哇，大家起来了，开始盖。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真的盖完了，盖好了。那我们看第二章六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过不多时，我必再一次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震动天地。好，上面他说什么？激动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地方，震动，有差别哈。激动比较好听哈，激动你的心，你就起来盖。震动是什么？这是审判。哇，他回来审判世界。
到最后我们知道会把整个地球烧毁。好，你看他说什么？第六节，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。哇，上帝说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。我问你们，你要做什么决定？你要神激动你的心，还是你要神震动这个世界？我宁愿神激动我的心，这个比较积极。所以哈该在这个地方说，神激动他们的心起来盖圣殿，这个非常好。那我们看哈该书，我们知道，嘿，神最重要。好，我要荣耀他。我们也可以求上帝说，请你激动我的心，让我起来做你要我做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三大点。这卷书哈虽然短，哈该讲了一些应许。我们看第一章十三节。你们注意哦，注意哦，耶和华几次？一次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，第二次哦，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差遣对百姓说，有没有看到第三次？耶和华说，请问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谁说的？耶和华借着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耶和华说，清不清楚？非常清楚。好，这是谁说的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说，我与你同在。我与你同在，很简单，太简单，这个文法太简单。每个字，学中文第一年就学过这些字，对不对？我与你们同在，很简单的中文。所以有的时候，神的应许说的太简单，我们不了解。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有个人工作的时候，做错事情，老板骂他，哇，怎么有这种的员工？你回家，要开除你。哇，他回家，哇，坐在客厅，很难过。哇，怎么办？那他的五岁的小孩走过去，爸爸，你为什么那么难过？没办法解释，工作有些困难。那小孩子跟他说，放心，我与你同在。哦，好温馨，对不对？可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帮助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自己看哦，你们自己看十三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，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们同在，感觉不一样吧？文法简单，用词简单，可是因为是神讲的，哇，意思很丰富。我与你同在，哇，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。而且这个应许你可以看整本圣经，神常常说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。以马内利你们听过哈？以马内是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看我们还会讲希伯来文，这个词非常非常非常常出现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。那你的生活当中一帆风顺吗？我好像坐错船了。希望你们的船比我的好。那我们坐生命的船的时候，神说，我与你同在。哦哦哦，好啊，那我接受挑战，我愿意起来接受挑战。好，我来面对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神没有
躲在天堂说，好，看看你玩得怎么样。这不是神的做法。你们记得三个朋友，但你里的三个朋友，他们在火窑里面，对不对？不是三个人哦，是四个人，神陪伴他们。哦哦，我们还要经历问题，可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哇，那非常的宝贵。我们再看第二章四节，记得这卷书很短，对不对？很短。我们看二章四节，耶和华说，所罗巴伯啊，虽然如此，你当刚强，对不对？又讲约书亚，你也当刚强。好，这地的百姓，你们都当刚强，有没有？请问他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难懂吗？有些人说，旧约圣经我看不懂，我看不懂。请问这个难懂吗？你们自己看，跟所罗巴伯说你当刚强，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，跟百姓说你当刚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的逻辑是什么？请你看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你们自己看，自己看，我读的对不对？今天，哎呦，我不是将军，我没有学过孙子兵法还是谁的兵法，我不都不懂。可是我稍微了解一点。就算你的军队很多，武器都非常全备，假如军人的心充满害怕，敌军就会赢啊。所以每次有战争，两方都用什么？心灵战争，用各种的方法。我最近去金门，我就在那边就 有什么广播台一直广播广播广播，对不对？一直广播。为什么？双方都要跟对方说希望你的心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基督徒啊，早上起床，今天还要面对那么多。神说你当刚强，我又讲第二次，你当刚强，你自己看哦。第三次，你当刚强，为什么？我与你同在。你上网，网络都会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很棒，你很厉害，你很怎么样，很怎么样，你长得好看，你一定有办法啊！没办法说服我，我知道我的弱点。你跟我说你很厉害，你很怎么样？好，我在哪里离职？我要说我要离职。可是圣经的逻辑不一样，圣经没有说你厉害，圣经说神厉害，你当刚强。那有些基督徒说，好啊，让神替我征战，我在家里睡觉就好。你大概见过这种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卷书说什么？你要起来盖，对不对？你要起来刚强，好啊。为什么？我与你同在。那我们看第二章九节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有办法吗？所罗门盖的，哇，非常大，非常漂亮，他有钱。所罗巴伯盖的不怎么样，有些人看到了就哭了。我还记得以前的这个很小。 他没有说今天会比较好，他说以后会比较好。因为谁到过这个圣殿？耶稣，神自己。哦，然后他说，在这地方我必
赐平安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神，你先与我同在，哦，我很需要。神，请你赐平安，这个我很需要。而且他后面说什么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38个经节，25次，他说耶和华说的。哦，可是我很喜欢第二章23节，最后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仆人所罗巴伯啊，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，因我拣选了你。印，他以我为印，什么意思？今天早上你们有带印章吗？我有没有带？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带？我怕我弄丢，对不对？今天不必用到，如果我天天都带一定会弄丢。可是你问我，我的印章在哪里？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一回到家我就放回去。我的眼镜，哎呦，不应该告诉你们，我每次要出门，你知道我的眼镜在哪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每次进来，我的眼镜丢这边，丢那边，丢那边，每次要出门，我的眼镜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这次放这里。我的印章我不会，为什么？你们知道。所以这个逻辑你们注意啊，这个逻辑，上帝说我以你为印，那个意思跟我以你为眼镜差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以你为印，他知道我们在哪里，他注意到，他保守，很宝贵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哇哦，神又与我同在，又赐我平安，又以我为印，那是很宝贵的，对不对？那记得，你看哈该书，不可以看三个经节就看完，你要看整本，好不好？他也要我们做什么？起来，对不对？要刚强。今天神跟我们说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必赐平安，我以你为印。他的意思不是回家休息，对不对？你要起来，刚强起来，面对这个礼拜。哦，魔鬼会不会骚扰？会。魔鬼会不会攻击？会。他来了，你会惊讶吗？你太没有经验。一定会有困难。所以来的时候心里面想什么？神与我同在，好啊，有什么问题？神必赐平安，好啊，我愿意接受。你以我为印，好啊，我面对。我要起来，我要刚强起来，好啊，我来解决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。我们的态度不是哎呦不行没办法我要逃，我们的态度又不是我很厉害我都能够做，我们的意思是神与我同在，好，来面对。我很喜欢哈该书，又短对不对，又直接，我也觉得蛮温馨的。其实哈该比我今天讲的还要丰富。那你要怎么了解哈该书的意思？请你们回家看好不好？不要看一次而已好不好？看几次那么短，那你看的时候你发现哇，真的很丰富，真的很丰富。那当时的人听了哈该，听了撒迦利亚的劝告，他们起来了，真的盖了圣殿，盖完了敬拜神。那我们知道他们的历史非常的长，后来耶稣来了，希律王把那个圣殿扩建，盖得很大，后来罗马人把它毁灭掉，一直到今天没有第三个圣殿，只有两个，所罗门所罗巴伯，两个都是所罗门所罗巴伯，很容易记得。那今天我们要守圣餐，为什么要守圣餐？
很多很多的理由。有的宗教或者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教派，他们的礼仪很复杂，那你问他们，他们都有理由，哇，他们讲很久。可是耶稣留给我们这个礼仪非常的简单，有饼有杯，哎，因为基督教有一个问题，久了每一个教派就会偏，哎，这个也好，我们把它加进我们的信仰，这个也好，我们加进来，这个也好，这个也好，到最后重点就放一边，大家忘记了原来的基督教的意思是什么。那耶稣留给我们这个饼跟杯，提醒我们，这是重点啊。饼是什么？耶稣的身体，他本来就是神，对不对？怎么有身体？他下来成为人，没有成为人就不行。那这个饼是薄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受苦，怎么受苦？他死在十字架上。哦，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重点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杯呢？哎，代表他的血。这不只是受痛苦几个小时，然后下来继续工作。没有，他真的死了，流了他的血就死了。哦，你还要强调他死了？对啊，这是重点。而且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，立约的血。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你立这个约，如果那个人没有死，没有生效啊。写遗嘱没有意思，除非那个人死了啊，就有效了。所以耶稣必须死，这个约才有效哦。而且你跟一个人签约，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会守约？有些人太快签名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怎么表示诚意呢？假如对方说，我杀了一只鸡，好不好？有一点诚意，对不对？可是恐怕碰到困难，他会食言。啊，好，我杀了一只羊，好不好？可能表示比较大的诚意。哎，我杀了一头牛，好不好？哇，那是很大的诚意。可是我问你们，假如一个人说我杀了我的儿子，我问你们有没有诚意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守圣餐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核心，信仰的核心。当然我们有聚会，我们有慈善的，我们有，其实我们很复杂，可是我们的核心是什么？耶稣下来了，死了，耶稣流出他的宝血，帮我们跟上帝立了约。所以我们喝这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守诺言，他一定会守约，一直到今天他还宣布跟我们说，我没有变，我没有变。你有没有变？你有没有变？所以我们吃圣餐前，我们都有省察自己的时间。那我简单的问，你有没有变？你还信耶稣吗？还是慢慢的就觉得，哦，那是以前的看法啊，现在我比较看重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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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变呢？如果你说没有，我没有变，我是基督徒，神摆第一，我要跟随神，我要荣耀他，那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吃圣餐。假如你已经信靠耶稣基督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受过浸礼，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吃圣餐。那我现在要请
弟兄来帮我们。